今天我和那个 Chat GPT 啊说话，我说你好，请你帮我用 Chili 造两个句子。结果他呀就给我造两个句子，这句子说的是秋风凛冽，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，我不禁脊背发凉。第二个句子是在雪山度过了一天后，我们就是坐在这篝火旁取暖，喝着热 Coco，驱散了傍晚的寒冷。我说谢谢，然后他说，不客气。他说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或者还有什么，我可以帮助你的，请随时询问。